妥中康代言信以为真，网购踩雷后知后觉。解说彰化某某中药堂，结果一来是安徽，在 FB 就看到广告，妥中康跑出来了，康哥都已经出来代言，应该不会骗人。这就很就像康哥会代言的，可是真的有他照片哎，照片的，照片的，这个不算踩到地雷吧？还是要酌量，不然头发变超黑，但是可能变超胖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